农历猴年六月廿五，今天的资讯有：现实 VR 国行今天中午十二点开启预售，小编就在是现在预定还是等 PS 四点五出来以后一起买之间犹豫了十秒钟，分分钟就被抢光了。低头看了一眼销量，天猫旗舰店大约1300多台，京东总计500台，备货这么少，看来是低估了天朝玩家的消费力了。如果各位想买 PSVR 的玩家和小编一样没抢到的话，那就看看下面这条资讯吧。 PSVR 亚洲发布会今天在香港开展，港版也将在10月13日全球同步发售，售价为3180港币，带摄像头的套装售价3480港币。 PSVR 作为 PS4 的一款外设，无论是国行还是港行都可以搭配全球任何版本的 PS4 使用，就是港版似乎也并不容易抢到啊。不过以贴吧玩家的体验情况来看，效果并不算很理想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现场体验过的，评价下呗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宣传片还是很带感的，好好玩啊。卡通 game 几得意嘅，即系咧，因为要睇到自己只脚系恐龙嚟噶。Virtual reality 即系呢个虚拟实境。咩嘅啫？VR 的虛擬令到你產生真實的生理反應，這些就叫做 VR 的高潮。7月29號動漫電玩節有得時玩，還可以即場預訂添啊。其他的快點說，传奇影业與 SE 宣布合作將拍奇異人生電視劇。传奇影业最近很忙啊，侠客风云传前传今天开启预售，实体版售价标准版89元，豪华版298元。初音未来歌姬计划 XHD 重制版将在8月25日同步推出中文版，试玩版现已开放下载。随着温室周年更新即将在8月2日到来，预览版系统网友发现越来越多的 UWP 应用也随之推出了 Xbox One 版本，例如这一家。